数控机床常用术语一。一、计算机数值控制 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 CNC 用计算机控制加工功能实现数值控制。二、轴 Axis 机床的部件可以沿着其做直线移动或回转运动的基准方向。三、机床坐标系 Machine Coordinate System 固定于机床上，以机床零点为基准的笛卡尔坐标系。四、机床坐标原点 Machine Coordinate Origin机床坐标系的原点。五、弓箭坐标系 Workpiece Coordinate System 固定于弓箭上的笛卡尔坐标系。